今天我们要去798艺术区751动力广场参加搜狐726旅拍节，小伙伴们感兴趣的话就一起看下去吧。首先我要先化个妆，天气很热，拿出大油田夏日必备的彩妆品开始画皮。鲍文静、钟丽缇等等等等大美女，现场真的好美呀！红毯上还有奈何 BOSS 要娶我二的主演们，当然现场粉丝超级疯狂，尖叫声不断。中国旅拍创始人、国际旅拍董事长许春生先生，欢迎。我在这里正式的公布这个。这次搜狐的活动呢做得非常好，无论是时间的安排还是安保的措施都做得非常的到位，感受嘛就是耳朵有点疼，因为你知道演员上场的时候粉丝那个尖叫声真的太热情了，好震撼呀。现在是晚上的7:30，我们刚刚从搜狐的活动里出来，然后要回家去了。好了，我已经到家了。这支视频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做博主的一天。拍旅行拍视频都是一种分享，只要你想分享就拿起手中的设备大胆出发，走出去拍世界，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。我是花花周周涵，那下一次的旅拍节我们再次相约咯。这支视频就先到这里，下次见。